哎，你妈老弟一把就不想算了，我操！啊，他爸爸辅助要被我害死了。Sorry。妈妈第这个第一把第一把就被暗算了呀，哎，跳 ping 了，我操！刚刚 A 的那下，我明显感觉到跳了一下 ping。不用我掉伞吧，我拉个倒钩就行了。那个助攻有吗？那个助攻没有吗？哎，他也掉了，都被暗算了。不是，这次更新之后有那个 bug， 很奇怪的，就会弹出那个白色的弹窗。那个白色弹窗巨傻逼，就这次更新之后有个 bug， 我也搞不懂。
내키지 않으면 아니야 하고 싶어 괜히 나 때문에 여기 있는 거잖아 그래 마음대로 싸우는 거 딱 내 스타일이야 달려오지는 우리의 존재 그러라고 해 아군을 당했습니다 OK 大逼。 我发现球桶战，所以我没大招的时候稍微稳一点。找到纯拉特
给我什么给我打我的？不是，你刚刚还在打韩文啊，你现在打我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切换自如。不是你小子，切换自如吗？阿尚，可惜他这个大招有点可惜了。队友有点可惜吧，夏丹扛压扛到的挺成功的了。哎，可惜，推的没他快。哎，主要是我一级掉线太伤了。我一级不掉线的话，我们应该一级就有优势了。搞得现在，你妈的又卡，傻逼！哎，为什么能这么傻逼啊？什么脑残 bug 啊，一直卡。我在那站着不会死了吧？我操，还好。妈的，吓死了！没道理啊，吓我完了，吓这几天没有那么频繁。怎么这把游戏这么频繁呢？一把就跳两次。
两分钟应该杀不出来。也找不到什么机会了，那我只能现在再刷一会儿，我要把我的训刃刷出来。黄昏打出来的不错。哦、oh, ，nice！ 我操，打野死了。好好好好好，好好好好好，太好了。中路这波线要推了。这个青灰眼睛，有点顶啊！这个青灰眼睛，大闷的。他装备哦，已经无尽了，怪不得伤那么高。他装备要再好一点点，三剑那边估计爆炸了。看他，他好像一分钟三剑不带现。啊，几把白交了，浪费。不如去推中。哎，中塔肯定能推掉的。推一个上二塔，
哎，两个外塔都，他们俩都要搞单带的呀，蛮王加葛温。蛮王单带，格温也可以单带呀。而且现在这个格温石头人已经守不住了，辛德拉也守不了这个格温。两个 TP 直接摁刷上刷了。两个 TP 刷刷刷直接按出来，没灯笼他要吊大刀，哎，下路这个塔，下路这个线算了吧，兄弟们，要不别进攻了。OK， 他们主动想进攻，想留我们。然后他们这波团如果打赢的话，收益也很高。格温是有 TP 的，打赢了格温直接踢下去，我们的下路高地没了，收益很高的。可惜他们这波打输了。